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你可以看到我的身后现在是不是很热闹？因为我现在人在八甲八路出席这个千人一跑，距离上一次的这个实体一跑应该是在疫情之前。然后这个一跑有两项 kilometer， 一就是 3.5， 二就是 7km。以我这种有运动细胞和实力的人，应该是选 3.5 啦。
今天的义跑完成，现在去吃早餐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